已经之前合作过京华音乐嘛，而且她也是一个北京的女孩，就是北京的演员，她也有很二很可爱的一面。在潘粤明口中，很二很可爱的老熟人就是胡可了。两人尽管之前合作过电视剧《京华烟云》，但有交集的戏份并不多。不过在这部最新的电影《帝国秘服》中，两人倒有了激烈的对手戏。在这儿，虽然潘粤明和胡可在拍戏的过程中都非常专业和敬业，演起恋人也相当自然，但因为私底下就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两人在拍起吻戏时还是无法适应。3、2、1，太熟，下不了手。笑场 N 次后，潘粤明和胡可两人在无限尴尬中，终于还是把吻戏拍成了。